是啊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难道都没有听到总有一些幽怨呜咽的声音？还我命啊！还我命来！还命！够了，哭什么？不就死个人吗？ 世上若有人出卖我，那也只能是你，不会是他。不要拦着我，能够饶了他，早就被我埋在野狐落了。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是冤枉的，陛下。 娘的话是你，你不是我儿子。<笑>